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讲解师范教学的是少林螳螂拳中的真要拳。真要拳是少林螳螂拳中的主要代表套路，该拳是从众多拳路中甄选出重要技法而创编的。真要拳其特点是手法密集刁钻，动作紧凑饱满，步快拳急，攻防兼备，招式连贯迅猛，吞服沉服一招三变，抓中带打，打中带手，指上打下，左右开弓。其手法有雕打劈崩拖挑接扫等。真要拳主要流传于山东莱阳、即墨、青岛、安徽泗县、宿县、合肥、江苏泗洪、南京淮阴、上海、四川成都、重庆攀枝花等地区。真要拳共有六路，今天为大家教学的是第三路真要拳。下面我将三路真要拳第一段给大家演示一遍。我将第一段给大家进行分式讲解。第一个动作，阵脚狮子手，其动作要领是两脚并拢，两脚尖分开，身体挺直，上体保持正直，眼睛向前平视，两掌要身体两侧轻贴背后，两掌徐徐地向上提起，背后右脚抬起落于左脚处阵脚，在阵脚时候将两掌从胸前向前侧推出，背后抓握由中间向两侧分开，抱拳。下一动作是荷花出水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左前侧迈出小半步，两拳变掌，从身体两侧徐徐抬起，两手心向上，在两手上托时两肩放松，背后右脚靠拢左脚时，两掌由上至下使掌心向外，今身体上侧向下插出。再试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是照面掌，也称为是照镜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腿下沉，背后右脚向右侧迈进小半步，右掌由内向外向上抓握，在发弧抓握时候眼睛向右侧平视，随后左脚迅速靠拢右脚时，将左掌向前侧推出，力搭掌根。
再动作是踏第一步顶勾手，也称为是顶裆勾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，动作要领是两腿屈膝下蹲，背后左腿向左前侧迈出小半步，随后左掌由下向上架起，在架起时候右腿向左侧滑进半步，再撑左踏地步时候右拳变成勾手，由下向前向上顶勾，力达右手的手背，下一动作是绷锤，也称为是上部绷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，动作要领是两腿保持屈膝不变，右脚向右前侧迈出一步，随后左手由上至下按置于身体前侧，使掌心向下，在左脚向身体侧面带动小半步时，将右手翻出，以拳背为力点向前侧打出，在向前打出时候，此时是右七星步，眼睛注视右拳面。下一动作是右侧弹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，动作要领是左手从右手下侧上挑时，左脚向前迈出一步，两腿屈膝下蹬，随后右腿抬起向侧面弹踢出去，然后落置于身体的右前侧，再迈出一步，下一动作是连五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，动作要领是当弹力腿落步时，左手由下向上抓握，随后右腿向前一步，当右腿向前一步时，右拳使拳心向上，由右至左横扫出去，使拳心向上一锤，第二锤身体再向右转时候，将左拳从右侧击向，从左侧击向右侧，眼睛注视拳面，这是第二锤。然后左拳迅速翻转，在身体向左转动时，两腿下蹬撑马步，右拳从腰间向侧面打出，这是第三锤。身体稍稍起立，左手由拳变掌向前侧砍出，砍出时候身体稍向左转，这是第四锤。左掌下按
右拳从腰间再次向左侧扫出，在扫出时候身体要稍向前倾，使左脚的脚跟离地，身体前倾送肩，这是第五锤。下面我将右弹踢和练武锤给大家连贯的示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是右弹踢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身体稍向左移，坐立屈膝，随后左掌从右手背下侧挑起，同时将左腿抬起，向右前侧弹踢出去，落步，左腿再向左侧迈进一步。下一个动作是双臂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讲解的时候将侧弹踢和双臂掌连贯地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下。弹踢过以后落步，两手置于身体的右侧面，使掌心向外，然后左脚向前一步，两手继续摆动。当身体向右转动时，撑右虚部，左掌在前，向后带动，随后右掌从左掌上侧向前侧推出。这是双臂掌。下一个动作是上部侧雕手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右脚摆置于身体的左侧时，右掌变成雕手，由右至左下扣，左掌置于身体的右侧，这是雕扣手。下一个动作是花扣手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左脚向前一步，左脚脚掌外摆，随后左掌从右肘的下侧上外挑出，随后变成吊钩手，右雕手由前至后向后带动，左雕手置于身体的左前侧，右雕手置于身体的右下侧，眼睛向前平视。我将这两个动作给大家连贯地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连三锤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右脚向前一步时，左雕手向左后摆动，右雕手变掌，向前侧砍出，使掌心向上，随后身体稍向右转，
将右掌收回，左掌由后向前向侧面砍出，使掌心向上。随后右掌由右后方向前侧砍出至前侧时，迅速变成吊钩手，由前向后带动，左掌置于身体的前侧，使掌心向下。我将这个动作从另一个方向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侧弹踢。给大家示范一下，身体重心后移，左掌从右手背下侧上挑，随后右腿抬起向右前侧弹踢出去，随后落步，然后左脚再上一步。下一个动作是双臂掌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在弹踢动作这个基础上，左脚下落，两手掌心向外，由前向后摆动，在左脚向左侧迈出一步时，使左掌向前，然后左掌由前之后带回，右掌从左掌上侧推出，呈双臂掌，步行是右虚步。第一段给大家讲解示范完毕，下面我将第一段的记忆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。第一个动作双臂掌，好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哼，我左掌由外向内拦截对方来拳，随后右手一掌迅速击击对方面部。如果对方以另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再以右掌由内向外将对方拦拳化开，随后再以左掌向前方推出，在推击的时候力点在掌的前沿。此时对方如果再以另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可再次将掌推对方面部或胸部。下面我将吊扣手、滑脱手这个动作的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对方如果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以右手由上向下吊扣对方来拳，在吊扣过以后，眼睛注视前侧，再者将对方来拳置于身体的正前方，肘肩下垂，这时可以迅速防止对方以另一拳向我打来。再者，我可以迅速从对方手上将拳送出。如果对方向我手发开时，并向我打来时，我左手迅速吊扣对方来拳，然后以右手迅速吊击对方的颈部。第二动作是连三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对方如果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以右手拦截对方的手关节处，此时可以顺势贴入对方的手背向前穿掌，
对方如果以另一拳再次向我打到时，我以左手再次拦击对方的来拳，随后将以左手内侧为地点，将对方来拳向我的右侧带动，随后以右手交扣手截击对方的颈部。如果对方低头躲过我这一击，我可迅速提膝击打对方面部、头部；如果对方以迅速后撤时，我可抬腿踹击对方的腹部、胸部。下面我将第二段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讲解第一个动作，恨步退掌。他的动作要领是右手由下至上缠绕至身体的右侧时，迅速抬起右腿向下震脚，随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左掌由上至下按置于身体的左侧，掌心向下，随后身体左转，在撑左弓步时，右掌从腰间向前方推出，调掌卷屏风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他的动作要领是左掌由右手背下侧向上挑击，随后右掌翻转是掌心向上，在挑击过程当中，右腿迅速抬起向前侧卷踢出去，卷踢时候力打掌根，力打脚跟，右手掌心向上置于身体的腰的右侧，下一个动作是二起弹踢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他的动作要领是右脚落步，左脚向前踢出一腿，随后右脚借助蹬力迅速向前弹踢出去，下一个动作是螳螂攀枝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接二起弹踢这个动作，它的动作要领是当将腿右腿向前踢出过以后，右腿迅速回落，落置于左脚的内侧，随后左脚抬起向后挑出，左手由上至下按置于身体的前侧，随后变成吊钩手，右手由内向外由左至右从上至下吊扣于身体的前侧，眼睛注视前侧。下一个动作是下劈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他的动作要领是身体左转，左脚落步，在成左弓步时候，左手由下至上，然后由上至下，将手按置于身体的左前侧，是掌心向上，最后右手变拳从上至下劈出，在劈击时候
立达走到前部，眼睛向下平视，下一动作上顶钩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他的动作要领是在下劈腿时候身体稍稍的向下沉身，随后左掌由上至下按对于身体的前侧，是掌心向下，随后右拳变成雕手，由下至上上上弹击，力达右手的勾顶的顶部，在这将右手向上顶击同时，后腿迅速抬起，使右脚的脚尖为力点向上勾击，眼睛向前平视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下刺锤，右腿迅速后撤半步，随后左脚后撤半步，在成右弓步同时，左掌由上至下画弧置于身体的前侧，然后右勾手迅速变拳，由上向下斜刺，下面我将下劈腿、上挑钩、下刺锤三个动作连贯地给大家再演示一下。下个动作恨步之打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他的动作要领是右拳变掌迅速屈背，而且右脚迅速抬起，在右手由左至右缠绕时，右腰下落向前震脚，最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再成左弓步时候，左掌由外至内，使掌心向内，掌指向上拦击，随后右手一拳向前方打出，拳沿向上，目视前侧，第二段给大家演示完毕。下面我将第二段部分积极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讲解第一个动作，调掌卷地风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对方如果以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以左掌向上挑击，在挑击过程当中，眼睛注视前侧，右手抬起，随后抬起右脚卷踢对方的膝关节或者腹部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是下劈锤、上吊钩、下刺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对方如果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左手由上至下按动，同时右手抬起，由上至下向下劈出。在劈击过程当中，对方如果将我手架开时，我随后身体上下一沉，随后用我的右手钉钩步打击对方的下巴，此时我的左手始终保护于我的面部前侧，防止对方以另一拳向我打来，再用勾背
打击对方下巴时，对方如果后退，我迅速以右脚弹踢对方的裆部，随后迅速向前一步，用拳刺激对方的腹部。第二段记忆方法给大家演练完毕，下面我将第三段整段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一个动作，转身，横步退掌。其动作要领是，身体右转同时，右拳变掌，由左至右，向后侧胯部摆动，随后将右手由上至下拉动。右脚迅速抬起，向前震脚，随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左掌下按，随后转身，在转身成左弓步时，右掌向前侧打出，掌心向前，力拉掌根。下一动作，踏击钻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左掌由右手下侧向前挑出，使掌沿向前，随后身体下蹬，右掌握拳，右脚向前一步，随后左脚向前跟进半步，呈右踏地步时，右拳向前侧打出，拳沿向上，左掌置于右手背的内侧，目视前方。下一动作，上调掌，也称为是上托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左脚后撤半步，随后右脚跟进半步，再呈右虚步时，左掌迅速翻转，使掌心向下，使掌心向上，贴着右手的手背下侧向上托击，随后右拳收置于腰间，托击手左肘肘尖下垂，眼睛向前平视。下一动作是下劈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右脚向前一步，左脚跟进小半步，再呈右踏地步时，右拳由上至下向下劈出，拳沿向上，目视前侧。下一动作是崩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右脚向前小半步，在左脚跟进小半步同时，左掌由上至下按置于身体的右前侧，随后右手翻转，是拳心向上，以拳背为地点向前方打出，此时不形成右踏地步。下一动作是引水过桥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
身体重心后移，当重心落之于左腿时，右拳变掌，而后逆时针由右至左，以肘尖以两肘尖为力点，左右盘绕，在盘绕时候，身体要随着两肘的运动而转动，再给大家再演示一下，引身过桥，转动手背时，旋转三周，也是旋转三圈，给大家讲解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下一个动作是横步直打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当做引身过桥以后，两手由前向后牵带，右脚抬起向下震脚，随后左掌由上直下按动，右拳向前侧打出，在打出时候撑左弓步，右拳拳沿向上，左掌掌心向下。下一个动作是单山式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其动作要领是身体稍向右转，右拳变勾手，由上至下向后交动，随后左掌由里朝外向前穿击，然后翻转是掌心向外，变成吊钩手。当左手向后摆动时，右手手背迅速向前弹击，在弹击时候，右脚向前一步，弹击时候力达右手的手背。再看一下，此时两交手手心均向内，下一个动作是根部连三劈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其动作要领是左勾手变掌，由上至下将掌压住于身体的右前侧时，迅速向前一步，在向前一步时将右拳翻起，左脚跟进小半步，随后利用耸肩的力量将右拳向前侧打出，然后继续旋转，左掌再次向下按动，右脚上一步，左脚跟进半步，将右拳向前蹦出，右拳继续由上至下旋转，左掌再次下按，然后右脚向前一步，左脚跟进半步时，再次将右拳向前打出。下一个动作是挑裆手，又称之为是单裆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将右拳向前劈下时，右手继续旋转，左掌变成勾撩手由前至后向后挂钩，在变成勾手时候，左手贴着身体向后侧挑勾出去，随后右脚向前一步，右拳变成勾撩手向前侧挑击，左手勾肩
向后，右手勾肩向下，左手肘背稍稍弯曲，力达手背的右手背的前侧，眼睛向下注视。下一个动作是横步推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，动作要领是右脚抬起向下震脚，左手由上至下按置于身体前侧时，使左掌掌心向下，随后右拳变掌向前侧推出。下一个动作是旋身抱爪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，动作要领是身体向右旋转，两腿抬起，随后左脚下落，当两腿呈右弓步时，两掌变成虎爪，由左至右向右后侧拍抓出去，眼睛向前平视。下一个动作是恨步直打，起，动作要领是右脚抬起在左脚处震一脚，随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左掌由上至下按着于身体前侧，随后迅速翻转，使掌心向右，掌指向前，当步行成左骑行步时，将右拳从腰间向前侧打出，右拳拳沿向上。第三段给大家讲解完毕，下面我将第三段部分动作的记忆方法演示一下。对方将从后侧将我拦腰抱住时，此时我身体重心上下后移，两手由内向外分开，在分开的时候，使我的左肘肘尖由前之后撞击对方的肋部，在转动过程当中，右手随后带过撞击对方的右侧，然后继续旋转撞击对方的左侧。下面我将第四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将第一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侧身双吊扣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腿由前迈出，然后向右侧迈步呈右骑行步时，两手迅速变成勾吊手，由上至下扣击于身体的正前侧，眼睛向左平视。下一个动作是单背挡车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，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前迈出小半步，随后左手由下至上向上交扣，然后下压，使勾肩朝下，右脚
迈于左脚的后侧，随后右手背由下至上向上挑击，使右手勾勾肩朝下，眼睛向前平视。下一个动作是顶脊肘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向右斜上一步，在成马步时候两手迅速下移，左勾手变成掌，右手握拳，左手推动右手的拳面，由里至外向侧面横击。下一个动作是手伸臂门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脚贴着地面向左勾出，随后右拳变掌，左手下压，右掌由左掌上侧向右侧击出，力打右手的手背外侧，左掌置于身体的右前侧，眼睛注视右掌。下一个动作迎门送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掌下压，左掌由右至左向斜上雕扣，然后后带左脚向前一步，撑左勾脚步时，以右脚跟支撑腿为力点，随后右手以右手背的为打击地点向前侧顶出，左手后带，右手前送，身体后移，眼睛注视右手。这个动作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双后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雕手迅速翻转，使掌心向下，下压向后带于右手的腰间，随后左脚踏实，右脚向前一步，再成右屈步时，右雕手由下至上变掌向前侧穿出，这招叫穿喉掌，身体前送。下一个动作是窝肚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向前迈出一步，然后身体右转，在身体右转的时候，左掌掌心向下，由前之后带动握住于腰间成拳，随后右手利用两腰的旋转将拳从侧面打出，在打出时候要注意送肩这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上步各肘，
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迅速前移，随后右手收于腰间，左手屈背，使拳心向内，呈歌手，由右至左，由右至外，由外至内，将拳各出，眼睛注视左拳。下一个动作是旋身扫背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稍稍下移，然后右腿贴地面，向右后转动。转动时，左拳受于腰间，随后右拳从腰间以拳背为力点，向右侧面打出，拳心向内，拳沿向上。下一个动作是肋下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迅速下蹲，当成右骑行步时，右手收回，左拳从腰间向下击出。下面我将上步高肘、旋身扫背锤、肋下锤三个动作连贯地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玉女挑帘，给大家演练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左转，然后左脚后移，当成走虚步时，两掌置于胸前交叉，然后使掌心向上，由下至上旋转，两掌心向外，随后向外分开挑动，左掌变成勾手下垂，右掌挑置于身体的右上侧，呈玉女挑帘这个动作，眼睛向前平视。第四段给大家讲解完毕，下面我将第四段的部分技击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将迎门送客、穿后掌、窝头锤三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其动作的技击方法。对方用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混，我左手叼住对方来拳，随后身体后移，以右手背为地点打击对方的面部。如果对方以另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以右手叼手下挡，以左掌穿击对方的咽喉部位。在穿击咽喉部位的时候，如果对方以另一拳打我侧面时，我再次交出用窝头锤击打对方的腹部。下面我将第五段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讲解第一个动作，左猿猴扳指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左脚向前一步，然后两手变拳，左手
有左之右，也就是由外之内，右手由内之外，合计于身体前侧。在合计时候，利用身体的旋转力量，将两手置于身体的左前侧，呈左圆后半支。下一个动作是右圆后半支。其动作要领是，在左马步的基础上，右脚向前一步，再称右马步时，右手由外向内合击，两拳拳心向内，两眼向前平视。下一个动作是二起弹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左脚向前一步，然后身体下蹬，左脚向前弹踢时候迅速收回，右脚蹬地向前方弹出。下动作是左腿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动作要领是：弹力过后，右脚下落，呈右弓步，左掌从腰间向前侧推出，掌心向前，眼睛注视掌尖。下动作是右打锤。给大家讲解一下，左脚斜上一步，在呈左弓步时候，左掌翻转是掌心向内，右拳从腰间向前侧击打出去，使拳沿向上。下一个动作是外摆腿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迅速下蹬，身后两手自然下摆，右腿由左至右向上向下画弧扫击出去，右脚下落于身体的右侧。下一个动作是马步侧推掌，在右脚下落以后，左手变掌，由下至上，上下于身体的前侧，最后右脚向前一步，在呈马步时候，右掌从腰间向右侧面推出，掌指向前，左掌掌心向上。下一个动作是马步连三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右脚抬起，向下蹬脚时候，右手由下至上，胯骨抓握，然后右脚下落蹬脚。左脚向前一步时，左手由上至下下按，最后将右拳向前侧打出，最后身体右转，将左拳向左侧打出。在呈马步时候，身体再次左转，在呈左弓步时候，左拳收回，将右拳向前侧打出。将这个动作给大家连贯的示范一下。
下一动作是闷栓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七，动作要领是左拳变掌，由上至下，发弧至于身体前侧，随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再成左弓步，再成右弓步的时候，右拳变掌，由外向内开击，随后右手下压，左掌由外向内开击出去，然后左掌由上至下下压，以右掌再次由外向内开击，这是闷栓手。我将这个动作给大家再连贯演示一下。下动作是恨步直打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七，动作要领是右脚抬起，再左脚出阵脚，随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左掌由外至内画弧，使掌心向内张直向上，随后转身，将身体转成左七星步时，将右拳从腰间打出，眼睛向前挺直。下一个动作是狸猫洗脸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七，动作要领是左脚收回，在右脚内侧阵脚，随后身体下蹲，右腿向右侧迈出下半步，随后两手从腰间向外摆，在摆动时候左腿收回置于身体的正前侧，再成左虚步时候两手成拳摆正于身体的前侧，两拳拳心向下，眼睛向左平视。下一动作是收势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七，动作要领是左脚后撤一步，随后两拳变掌自然下垂与身体两侧，当右脚回收至左脚内侧时，两手自然上举，使掌心向上，随后当两手举至于身体上方时，使掌心旋转向下，慢慢按动，随后两手掌掌心向内，掌指轻贴于身体两侧，上体保持正展，眼睛向前平视。下面我将第五段部分记忆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演示第一个左右猿猴扳指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对方如果以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用左猿猴扳指，右手手背由内向外，左手手背由外向内割据对方的手腕关节处，并且利用拧腰的力量将两拳合力击出。如果对方以另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再次以右猿猴扳指，两手背合力夹击对方手背。在做猿猴扳指时候，我的右手可以击打对方面部，左手可以击打对方下部。第五段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示范完毕。朋友们，
少林螳螂第三路真要拳，今天就给大家讲解示范教学完毕，希望大家通过练习能够取得好的效果，谢谢大家。